涵，娱乐圈流量非常高的艺人，不仅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歌手，也是一位认真敬业的演员。想必大家真正认鹿晗的时候，一定是在看真人秀《跑男吧》，连续参加了四季节目，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鹿晗，也让大家对他亲粉无数。第一季《跑男大冒险》之后，鹿晗将所有的精力放在了拍电影上，因为他想要撕掉标签，证明自己的不平凡。的确，他做到了。《上海堡垒》马上就要上映了，是由鹿晗和舒淇主演的，这也证明了鹿晗的潜力是非常大的，期待他转型成功。为了宣传自己的作品，鹿晗做客蘑菇屋，刚来的时候经纪人给他做好了造型，搭配了酷酷的衣服，结果没来多久瞬间打回原形，蓬头后面穿的也非常随意，看鹿晗的头发是不是很不舒服呢？太碍事了。去农村家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鹿晗终于把凡人的刘海撩上去了，简直判若两人啊。虽然发型不是特别板正，但是仔细看到鹿晗的五官非常好看，乖乖的样子好可爱，而且掀起刘海后显得气质都变了，精神了很多，更有男子气概了，和刚才完全不是一种感觉，堪比整容啊。大家觉得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